That's the way it should be. On TV, on TV, on TV.欢迎大家收看 Chill Club， 今天继续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六号的。喂，我想讲咧，我哋 Chill Up 做咗咁耐咧，都冇试过咁热闹。真噶，真系，欢迎晒咁多位嘉宾。欢迎晒咁多位先，咁啊，即系都要介绍下啦，系啦，我哋今日有嘉宾有 Pat 哥啦，有康子嚟啦，有 Gloria Tang 啦，仲有呢班人马搭搭嘅 V 星嘅，系真系非常之强劲。系啊，头先佢哋唱嗰首歌咧，好听到不得之了。但系我想知道点解会拣呢首歌咧？诶，我答到你。因為咧，佢哋全部都有共通點嘅，佢哋全部唱歌好好聽啦。第二就係佢哋和音都好勁，咁所以頭先嗰首歌係絕對 show off 曬。所以我就帶嚟以下嘅問題啦。因為咧呢排做超級咧，成日同啲嘉賓咧要做合唱啦。咁我成日俾 Pam 姐話嘅，因為佢和音唱好好嘛，但我啲和音咧就好水皮嘅。究竟即係唱和音嘅難度喺邊咧？即係我各位歌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？
學講先啦。咁啊，其實咧最難咧就梗係夾人啦。咁所以今晚咧，哇，好羨慕 V 星佢哋呢六個，哇，好夾啊！大家俾啲掌聲佢哋先啦，真係非常之厲害，犀利啊，好強勁。我就覺得咧，執生呢個係一個好需要嘅條件啊，因為唔同嘅演唱會咧都會有唔同嘅狀況會出現啦。係。我覺得咧要夾個歌手咧嗰啲語氣啊，佢唱歌都有語氣啊，或者咬字啊，咁呢個我覺得係好緊要。每個感覺都唔同。V 聲咧，係咁我哋 acapella 都可以話係和音嘅一個延伸啦，係啦。所以除咗人聲和音嘅部分咧，我哋仲有，仲有，哇，好低音。好 beatbox， 佢哋係連即係解答啊，都係都係用我自己嘅部分去講翻。但我自己個人覺得，即係首要係有個靚聲先咯。咁所以 okay, 其實你都有靚聲啊，多。所以一陣有一個又係好好嘅示範，我哋有 Pat 哥啦，有 V 星啦，同埋我哋超級嘅和音啊 Pam 姐咧，示範一隻歌俾我哋聽。係咁啊，不如一齊聽一下啦。好啊，靚聲。尽破灭，无用再讨厌俗世事。若你担心今天一切，可否他朝改变后再提？其实你心底。这阴影消失以后，声音之中不需转低。沉睡百年的海港里，尽变失落与悲伤。无尽少年已失美梦，像我一样梦已空。身边的一切已腐化，不懂得珍惜。明日我怕此去无从，将一切放低。而或尽破灭，无用再讨厌俗世事。若你担心今天一切，可否他朝改变后再提？其实你心底无用再假设万个例，留待这阴影消失以后，声音之中不需传递。天的脸，地天天的脸。
歡迎翻到嚟超級，呢個係好難得嘅時間，我可以同嘉賓主持錄好咧，兩個人坐低傾下偈嘅。Yeah. 但我得一個問題啫，係稿寫嘅，就係即係你今日揀嘅會唱嘅係咩歌咧？我會揀一個啊，響2020年咧叫做，因為參與咗個計劃叫做埋班作樂啊，咁就可以叫做跳出個安舒區咧，同 band 友以外嘅朋友去做一隻歌，係啦，咁隻歌叫做《太空糖》，咁啊好想帶俾大家，係、okay. 一個。即係聽開 Rubber Band 以外嘅一種感覺嚟嘅，係好另外你嘅作品嚟嘅。都幾難唱呢首歌都係。咁樣啊，大家拭目以待。我哋交個台俾你準備一下先啦。好，我錄出嚟啦。好啊，喂，講大話佢都冇錄。會有星，也有拖，裝飾者。已托保两个的小宇宙，心声随意高，繁忙中浮游中，若放松尚有安稳感觉。白昼出走太傻，深宵有情人陪我。是擦不散，入夜后让你我说声阿门，记得我们往历结伴，谁是谁地一双成对，有心人更不伴。即使我们错，不比他们多，大爱你也许会难过，回头恨你又是。好结果，不想我。
眼光，谁非肯答应我？明年今夜至少跟我只坐车上共坐，想换一首情歌，求大家给你认错。爱你爱到往日朋友不敢分享，当然不敢想象你会感激鼓掌，如若偏袒得到回报，但愿我只得拿分赃。我不觉得用心相拥会全身糜烂，大家都审判你点不开眼，游戏暗地玩。我只觉得幸福不需要全世界来盛赞，漫天子弹蒙起双眼都会为你分担，任夜后让你我说声阿门，随时随地一双成对，我依然会自满。即使我没错，不比他们多，太爱你也许会难过，回头恨你又是否好结果？不想我难过，谁非肯答应我？只坐真相动作，想换一首情歌，求大家给你认错。
奋过后，彼此不再退后，坚守心里理由，前路上有新的缺口。管他朝哪里走，欢迎回到嚟超级，今日咧仲有两位美女咧，好想唱歌俾我哋听噶，就系 Shanna 啦，同埋 Jennifer 带嚟佢哋嘅歌曲《天地分裂》，一齐听下。破痛
2021年第五周超级推介榜十首上榜作品，第十位新上榜 Ian 陈卓妍背叛，新歌继续由 Ian 一手包办曲词。今次佢就同乐迷唱出被恋人背叛之后依然自欺欺人，继续哑音嘅感觉，曲风同题材都比以往嘅作品沉重得多噶。第九位新上榜郑伊健 Stronger， 相隔多年，伊健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，新歌 MV 仲揾嚟苏丽珊啦，同埋80位年轻舞蹈员载歌载舞，用活力同大家一齐闯过难关。第八位新上榜陈雷，旁观有罪，韩国 N 号房事件引嚟全城轰动，炮哥受事件启发写出新歌，听歌嘅时候大家不妨反省下自己，行多一步，世界可能变得更加美好。第七位上星期第十位，今周上升三级，容祖儿《东京人寿》。第六位上星期同样位置 ，Serenity 旋转 With Me。第五位上星期嘅第八位，今周上升三级，薛凯琪《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》。第四位上星期的第二位，今周下跌两级，岑宁儿常愿意。第三位上星期的第七位，今周上升四级，郑融多喝水。上榜三星期就打入三甲位置，下星期会不会更进一步成为冠军歌呢？第二位上星期的第四位，今周上升两级 ，One Promise 明年见，兄弟同心，除了奇里断金，可唔可以攞埋冠军咁呢？第一位上星期的第五位，今周上升四级，黄贤，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，恭喜晒 Cap 成功登上冠军位置。世界正崩壞，但心至少一寸未變壞。多謝大家喜歡呢首歌，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。床下滲著黑的氣味，牆上掛著針的側臂，門口困著磚的勝利，可信。身上有空气，门外发现孔雀有翼，涂上证实心中有山，要攀有海，要轻轻穿过就有你，才知我尚有一寸完美，抱着你宽阔的边界，转达过梦。
世界正崩坏，美丽尽了，就便悔累了，就变失意。放心，全程做我一世情人，仿佛还未够相衬。大家望多么漂亮女人，爱不够，只不过是借口。凭我爱你这么久，亦没信心走出教堂，没理由，为何未够好？你对我请替我预告，怎么知？算跟你未有进化到，可给你的都会做到，并未求什么，唯一只愿想你安好。为何未结婚？你对我也想知道，怎么知道？就算这双眸从未讨好，总好当跟以前共老，任地后天高，回家也都想。这感情，你不稀罕太易得到。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，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，我答应追踪。Tell you what
Comer
提过真相，要冷静到终章，毫无撒气，为了前途设身心伤，无需打开天窗，能装不知也算体谅。假使今天理想，无非想牺牲就最没输赢，实想再多一场。即使分手，但要见谅。今天晚宴，应该我付账，不必送我。再一次多謝曬今晚咁多位嘉賓啊！上到嚟我哋超級同我哋唱咗咁多首好歌，哇！入到鏡都係啱啱好啫，呢家得唔得 ？OK， 係啦，咁啊，但係真係開心嘅時間特別快啦，啲集都差唔多啦。咁啊，但係下集更加有唔同嘅超級歌手同我哋唱好歌喎。喂，咁我哋就一齊講我哋節目嘅最後六個字啦。嚟啦，講嘅就我知道。下集再見，耶！拜拜，下集再見。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，揿埋个铃铃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